叫他按时吃药，药不要影响别人。年纪大了，他又爱打鼾，啊，你在一个房间内不要影响别人，啊，我可以提醒他，这里就没有人提醒他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可以说了，阿叔可以说了，阿叔可以说了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亲身的去祝福你，和别的朋友啊，也不是啊，就是这个孩子还是互相的啊，震动，所以他的抓的都不疼，就是一做的啊，不会办了，再不是一年两年的事，再不是该十几二十年。好，要不要给他加个油，鼓个劲？来，要不要给阿姨加个油？好，好的，好，好，我拿去给阿姨看一下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就。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。这鼻道管子是两三个老高。你跟他说的话，他听到了。阿叔给你加油，看到没有？让你加油。OK。阿叔，我就做梦，他说我盖被子，在家里每天就这样。好，我盖被子，我就想小孩要睡觉，要吃个饭。所以你们俩都要加油，都能挺出来，好不好？好好 ，OK， 好好，谢谢各位啊，好好休息啊，好好好。